你要是能认出来这个黑衣人是谁，我立马给你100块。你要是认不出来，你给我100块，敢不敢玩？这有啥不敢的？小猪佩奇，我去，你竟然认识？这谁不认识啊？大人小孩都看过。OK 呀、啊，上难度了啊！这回你要是能把他认出来，我给你200。你认不出来，你给我200，玩不玩？这不就可可爱爱的懒羊羊吗？就这一回挣了我300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个你要是能认得出来，我给你买个包。你要是认不出来，这都归我，你也得给我买个包。行啊，那我就不信你这个能认得出来。你可别反悔啊，你别反悔就行。Hello Kitty。这不派大星吗？